老冯，怎么办？谁来救救大黄蜂啊？我来了！太好了，小哥那家，你快救救大黄蜂！你先别着急，他的损伤很严重，我得带他回实验室才行。那你快带他去吧，一定要治好他呀。那我先带他回去，你等我消息。老王峰，你一定要没事啊。你好，贾维斯。我的朋友受伤了，你帮我看看。电影更新进入全部损坏，我们需要打造一副全新的身体，然后一直在进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的，少爷。